大家好，我是白神木丸唐大叔，今天带着全家开着新的四门吉普来温哥华，具体是这个西温的 Cypress Mountain 滑雪圣地。这个滑雪场没有 Whistler 出名，但是最主要它看到没有，这个风景可以看温哥华全景，一边在滑雪场一边看这个温哥华的风景。可以看在我们眼前呢，左手边那边就是往 Burnaby 方向啊，最主要是北温啊，前面有个小桥呢，这个桥是 Lions Gate 石门桥，连过去一个像小岛一样，那就是 Stanley Park， 在市中心的非常大的公园，最出名的地方，在里面有楼了，就是 downtown。 所以再往这边，这都是西温现在我们在的位置，在过去那边就是一直走了霍舍贝啊，一直走到 Whistler， 所以这个位置非常漂亮。现在我们在中间的一个观景区啊，还能继续往上开一点，到了以后再跟大家分享吧。 Nice， 今天天真好，我们赶着中午来，如果大家有兴趣也是这个点比较好，会暖一点，对吧？好了，一会儿见了，拜拜。我们已经到了山顶了，和大家的装备比起来，明显是来打酱油的。Cypress 休息区，我们准备去吃吃喝喝，搞点好吃的。有点冷了。现在呢，准备滑雪区了。我们是来混的，没有买票就要过了。但是呢，准备是给女儿报一个课，给我们自己报。哦，好像很好玩的样子。不，手上手上。嗨。已经准备往回走了，忽然发现呢 ，Oh my God， Cypress 小公园，哇，好漂亮的雪花啊！然后呢，在这一片白色的世界里，哇，好漂亮，呜呼，好深呐、但是好像边上风景很好，我踩着，呜呼，太深了。Oh my gosh！ 哇，好漂亮的雪！我要跑到前面去看一眼风景，顺便抽根烟再回去。对不起啦，今天其实陪家人完全没准备拍任何东西，所以手就会很晃，但是呢，拍的是。这种质量不重要，这个 moment 最重要。哇，看，来看一下这条路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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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看着唐大叔这张肥脸了，对不对？哇，我踩着别人的脚印走，还是雪好深呐、！Oh my god! Oh my gosh!Oh, nice! Oh my gosh! 一脚深，一脚短，一脚浅。哇，好漂亮！ Oh my gosh! 快点走，前面看这一下风景。
看这里会有几张凳子。啊，夏天的时候来看，另外一番风景；冬天来的时候，又是另外一番风景。哦 ，OK，Here we go，Here we go。啊，这里没有刚刚观景点那个位置好，但是这一片雪好漂亮，然后很多凳子。大家看到背景已经是山顶了，平时看山一高高的上面白白的，现在我们已经在山顶了。 Cypher 的好处就是完全开车上来的，不像那个 Gross Mountain 野鸡山，还要松明山吧，松鸡山还要坐缆车。好了，最后大家一起欣赏一下那个360度伴随着音乐声。When I fall in love, forever, oh bab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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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hen I fall in love with you, with you, with you.With you. Oh yeah. 好的，今天成功的征服了 Cyprus， 嘻嘻，下次一定要充分准备再来玩，还是不错。现在下了小雪，开始慢慢的飘着融融小雪。啊，咱们准备下山喽。好的，今天快乐的周末就这么结束了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